我在起点站。我在二站。我在那个旋转木马的那台机旁边那台机。我在主播，小腿在主播。我先留意。好像在中心区没声音，好像应该往那边听。拉去起点站了。在我这。这个小丑的话要提前看鸟，没办法保证，他估计是短线。让我先去了。张武先去，不知道拉哪里去了。我卡了，我等了。我没香水了。腿就卡呀。我卡的画面就是没有画面。那个。拉过来。能把我那台机给补了吗？机械师，就那个旋转木马那台。我去补。你去补吧，你去补。哇，闪现空了，然后就打了。还有神经病吧？地下住在鬼屋下面那个两板那里。我去补佣兵的机，佣兵在哪里啊？机械？那机械师得再找一台，我这边我要去救佣兵了，我要去救佣兵。他走了，他直接走了。终点站有两台，他拉回来，他要拉回来。你修的啥机子啊？木夫，我没找到。桥上。在追我。你先自摸，闪现交过了是吧？对。完了再补我的机。他是来那个终点站有两台。可以摸我的。我在一中心修一半了。OK， 那我把这台。你只要补哈皮的那台机就可以了。我去摸一下木皮。不，你哈皮就在那边。那我就要把木皮给摸好。其实可以。终点站这台不能修啊！终点站这台不能修，我在这边带他走了。哎，还有心跳，他装东西了。终点站你那台补完了，我要开好了。他在拉锯，他拉锯。啊？什么？为什么把你的木头开了？没事，你这个开了也没关系，反正你半死了，都回一格了。我和木府在快乐的摸摸，然后突然一个红光，然后就木府就被打了。我在那个起点站的门。你过来，不完还有吗？我给你一只鸟。给，走，你也走，小子，走。哇，怎么感觉？这时候去来废墟了。我在废墟，我跟他玩，我跟他玩。可能要撞鬼。我跟他玩。你来，我来。我看你跟。
上马就是查子给我让鸡，结果出去撞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是因为他不抓哈皮了，然后我正好位置太好抓我。总结一句就是他太性感了。我进医院了，我进医院了。啊！我不进，那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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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没有来追我，没有来追我。那肯定不追你啊，他没见到你。我在女神上。哥哥搞笑。哎呦，还怕了闪现。你上学完了，随便进吧。你还有香水吗？现在还不疼吗？女神像开了。可能带的那说两把一床。我在，哎，我也在，我在你旁边。那我们，哎，茶子再找一下。对，那茶子在修哪里？我们都上了 T 台吧 ，T 台比较近，他上小云，我还没找到，刚写完。鸟有吗？鸟等一下等一下，直接给。女神像我带过去了。是的，这边都修完了。鸟笼哦，不对，那个小兵。哎，他是不是要船了？他为什么？他没有船。哦，是啊。他要是有船，就老早船了。精神吧，这个人，闪现又不是。金身啊，应该是金身啊。哦，传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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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传了，因为我刚他站在那里，他说啊，怎么不传我这儿？我这修一半啊。他传的好像是剑士，哦，他过去小屋了，过去小屋了，过去小屋了。哇，我你知道、啊，就是我一有心跳就卡，一有心跳就卡。那边好卡、啊。还有台电机在哪个位置？刚不是。哎呦，这边全是丝，你们溜不动的，这里直接走吧，溜不动的，全是丝，板也没了。啊 ，T 台是吧？我去点 T 台，我去点 T 台。反正我带你小兵，我带远点，我带远点，我带你小兵。没事没事，你带去。看看看看吧。那边倒了也没关系，那边倒了，空军别受伤就好了。我这边重新修吧，跑过去我这边能修好的，跑过去也能修好的，我这边能修好的。你过去救吧，那边不压了，这边重新修就行了。哦，往四黄，还差五秒。你我压了，我压了，看一下。我儿子在大门。走，给我。好了，压好了。压好了。过半了。这个没关系，这个问题不大。地窖在 T 台啊。好。我在大门。呵呵，你又蹲起来了，你好骚啊！还在追我，在医院里是吧 ？OK， 能开啊门，能开，过来。大门开了。哎，短短可以走。那只有茶子了。他不追我，没事。茶子走地窖吧。好，地窖去 T 台。还在这边，还在大门。接走。那我们 T 走。哎，他
他等个一刀斩嘛，那等个一刀斩嘛，等个一刀斩嘛，不着急。没有他有枪吗？不，他已经甚至有枪。他不传送，他是传送。哦，对，上二楼吧，上二楼吧。不用怕闪现，他是传送。等一下一刀斩。上个二楼吧，我觉得上个二楼好吧，慢慢来，我觉得你可以走的，或者你看情况吧，查子可以的。完了，他心态崩了呀。哎，其实你可以绕过去那个 T 台吧，我觉得你可以绕过去 T 台的，你觉得呢？对啊， T 台那边挺空旷的，然后你可以崩枪了。哎，砍娃娃了，那去 T 台吧。T 台。这么空旷。他没看到你去那个 T 台了，他还在那边。没得了。他还在那边。那没得了。好可怜啊，一个大大的身影在那边来回游荡。